有梦想的存在，你就现在拥有自由的舞台。Action！ 我觉得这支 MV 呢，和我本身的故事还是挺像的，是一个精装缩短版的莫愁的一个真人秀。从一个普通的学生，一下子拥有了很多音乐上的伙伴，然后和我一起来唱歌，一起来跳舞，抓住了每一分每一秒，然后去为音乐而努力，最终我们登上了属于自己的音乐舞台。She dances very hard, she works very hard, and she looks amazing. Great job. 这一次梦梦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，就是她真的是个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人，是一个新一代的天后。我想给导演和其他工作人员打100分，给我自己打85分吧。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支 MV。